Hello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要为大家来解谜，到底校园大使的创意短片怎么拍？事不宜迟，我们马上带同学来看 NG 版。哦，原来不是这种影片呐，那到底应该怎么拍才好呢？只要同学认为跟自己的学习有关系，而且不限任何形式表现都可以哦。例如说。学习有三上：一整上，二侧上。同学还要多久啊？同学，快不行了！三马上。学习遇见崭新的自己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的影片啊！没错，除了上述的示范影片以外，同学还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，拍出超酷、超炫、超厉害的影片哦！同学们，赶快来报名校园大使吧！当选的同学不仅可以获得10000块奖金，活动过程呢，还有一连串有趣的活动，帮助你的学习成果打大大加分哦！想要成为校园里最耀眼的主人公吗？绝对不能错过这次的机会！放学超星星，万中选一，选的就是你！